Let's go.100C 铝镁能糖多少分？2000。就我打这种局，他们的操作我都能猜出来。你说，你觉得他一会会下什么呢？他一会会前提一个女巫婆婆，哎，那个女巫在左边，普通女巫在左边。在右边了啊，那也差不多嘛。其实女巫这张牌，如果你一局当中没有优势的话是没有用的，这不要前提，你必须得有优势的时候再前提。他现在顶不住超级啊，像幽灵。他超级会下前点，因为他觉得超级下前点是最优解，但其实不是啊，他下了个左侧也不是最优解，下右侧才是最优解。公主射到一箭，一个鬼步斩杀。这个飞龙玩的真爽，来敲头公主，我们也是要多解说解说。这样，肯定有炸毛的，来团火预判掉。瓦基里没有在团伙，光塔一下帮忙够了，就是个飞桶，他看不出新一桶，就是说对面能不能看出新一桶也是要看分段的啊，他可能没有法术啊，直接下哭的还行，就当他是没有看出来。缺剑加上个滚步，这边火豆子把他往右边拉，小骷髅打下他的鞭子，没有挡好。来，冰豆子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刚好。他滚不滚左边？当然，我们右边是真筒，但是滚右边的话，左边要被冰豆子冰塔，也是非常难受的。右边下个公主，他有骷髅海，有超奇，下瓦基里，这一波我们下吹剑，让他转一下，下这。不急啊，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打呢？又不知道他下一波是骷髅海接我们，先顶上滚步的费用马上就够来。哎呦，晚了一点点，费用还是不够啊，这吹剑再往后下两个半的话就够了。还有超级会下哪呢？应该下这边是最优解的，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费用会丢这边的防对面的超级。看对面能不能看出来吧，他桥头肯定要顶超级的，他顶超级的话，我们冰人最好是把他挡外面，先把羊给解掉，因为羊是我们不好解的。
我像个小葫芦在这个螳螂下的羊的鞭子，来这样子挡一下他的烟花，后面再下火豆子给他跳掉，丢个飞桶来防一下。下骷髅海吗？骷髅海的话直接滚可以滚掉了，他要下抄起了。下烟花，来鞭子给他冰住。 刀塔是我们最难打的一套卡，是一个塔，最难打的一个塔。还有飓风，肯定是石头人吗？不知道对面有没有滚木。屠夫，飞桶还是可以丢的，没办法，因为你丢左边的话也打不到什么血量。但他这个屠夫打的哥布林打的非常的好啊，他没有飓风，现在兵人直接把主管准备啦。 我豆子先往这里跳，绿豆子先挡挡到一斧子，给他斧子落地之后再下这个小骷髅。右边下公主，左边不用防了，鬼步准备滚哥布林什么的，准备丢个飞桶。哎，其实对右边好，左边的刀都长上来了。 下个锤叶下右边，还有屠夫现在，用火球，我们火豆锤左边，过一个小葫芦在右边，然后准备下小鹿公主看看下哪一边，他不下牌的话我们下右边，两箭射掉，鬼木没有选择丢，下这个冰豆子冰一下，还有飓风都要小心，鬼木鬼一下这里拉一下。 豆子跟上，哎呀，有滚木啊，完了，很难受。哼，小鹿公主 ，Let's go。来，看能不能。 吹到，先下个冰豆子啊，再过滚木，等进化的冰豆子下一回合就有了。还有飓风的公主下远一点，前面是直接吹它，小葫芦把它打外面，冰豆子下这里，免得被它滚木给滚掉。丢个飞桶，一炮，再补个滚木，第二炮打死。下个这，小葫芦往这里拉，漂亮，冰人再挡一下。 再补个公主，冰豆子再冰，小葫芦，也不管管管的没，说的不会话了。两个滚木斩杀，一个滚木就够了。我以为11级的塔。 我会接二圣活动吗？不会接。二圣的活动肯定会有的，请大家放心，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肯定有的。 Thank you.
还被打上了，这一炮打在盾牌身上了。什么时候去飞呢？27号去飞呢？二星挑战能复活吗？那肯定不能复活呀。吓歪了。看看撤主啊，看撤主再来，今天能不能打到美人塔？应该可以，按照我们现在的胜率的话，应该可以打到美人塔。3分钟一局，30分钟10局。1个小时20局，1个小时20局，1个半小时30局，差不多，今天能打上去。八国的 game， 看对面投降不投降。哎呀，还是不行啊，他拉不过来呀。这个兵人得下后一点，下太前的话会走到左边去的。佩服佩服，
OK， 他丢鬼墨，闪一波飞头给他三星了，再一场六十胜，六十一胜。 又是刀塔，这个分段用刀塔的人还挺多呀。我去，这遇到高手了，还是个背头。 能一百连胜吗？可以一百连胜。哎呀，我去，为什么跳不起来呢？下太早了，我可能还是得等他蓄力小骷髅。
这个背景音乐一阵一阵的。亲兄呢，看看塔皮，这塔皮有什么？今年会有2024比赛徽章，观看比赛徽章吗？不知道，因为2022年是，哎呀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啊。喜欢坤坤的塔皮，巧了，我也喜欢。哎，开弹幕去了，不行，这把不能输啊！输了的话，我们的连线要中断了。左边直接丢针筒。推荐一下这里，边缘把它往左边拉，他锤不动，我去，这么猛吗？跳那么快，有蝙蝠，他一会有蝙蝠，先丢个飞头，他是如果下排防的话就有蝙蝠了，这小皮卡来防我。来，冰雪顶上，左边下公主，还有超级有蝙蝠，左边下丢个飞头，吹剑吹左边，右边第二波骷髅刚好出一个鬼不可掉，鬼找了，冰雪顶上，还有超级，丢一个进化筒，剑雨已经丢了，两边则一起进攻，怎么防？超级踩前面，踩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位置，被捅了两下，左边下乔罗公主。又被一个鬼步斩杀，下三张牌，下四张牌，看他会跳哪个。
跳光了。超级完美解废筒的策略在哪里？首先你得知道这个废筒是怎么落下的。这个废筒就相当于它是一个桶啊，这是一个桶啊。比如它这个桶能落出五个哥布林啊，就是说当做五个哥布林，当然游戏里面是三个啊。就我这个废筒从我这里丢出去来的时候，它是这样的啊，再慢慢散开落到地上，再开始捅你的塔，明白吧？就是说这个废筒到这的时候你不能踩潮汐，它要快要散开的时候一个潮汐把它们全踩死，这个范围是刚好够的，明白了吧？就这么个道理。我加胜场了没有？没加应该啊，加上。又是刀塔。压等了。练我现在叫住校，没办法天天看直播了咋办？别住校嘛，不要住校不就可以天天看了吗？你这还问我咋办？这个问题很好解决啊，在学校旁边买个房子嘛。练个交换蓝，我这样也叫交换蓝。如果一个正常人听不出我，听不懂我说的话嘛，肯定能听懂我说的话。假如他这么有实力，直接去买个房子，在旁边租着看我直播，这也不可能，不现实。但是我那个笑声是要自己点吗？不是，是我在旁边叫的。你还真尬了。你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又是刀。
还没激活到，冰豆不会接扁，我能不能教一下？冰中间那只，冰比较靠中间的那只才能完美解。当然不是什么阵型都好完美解啊，有些阵型不好完美解。 出了什么色的西瓜？ 完了，输了。
Let's go. 练个换一套啊，有老人让我换一套，输一把就换。我们现在的分段越来越高，已经越来越难打了。小公主给他射掉。这晚了，水晶豆子。完美防守，上里面他还打吗？打，乔德公主，看看对面怎么防，输一把就换卡啊！飞的不急着丢，他肯定要线下，线下的话我们可以先防。不行下的话丢个钳子桶，漂亮皮卡，这不先过个滚墨，因为我们要稍微亏一点点的费用，让对面的皮卡走过来，我们再去下锤剑，他这不有超级的觉醒超级，冰豆子先去冰他一波，再下这个公主在远处，剑雨先扫我们，我们丢这个飞桶，冰雷我们也不打算下了，再来个剑雨，我们再来个小骷髅，再来个锤剑来吹掉他，滚不滚一下不剩一个冰豆子，因为冰豆子能进化轮次，一炮打掉，就是一个飞头加豆子，超级踩前面跳一下，再来缺剑，还有剑雨的公主还是下远一点，来一下这个来打，打，滚一下滚一下打一下。完了掉血了，没事，他走到前面来刚好被冰起来，被豆子冰一下丢个飞头，下个乔德公主，
大法术好玩，六费对面直接投降。我欺负新手，其实他们遇到我也是一种，没学习到一些东西，也是一种幸福，明白吧？他看完我打，他遇到我这样的对手，打完之后发现，我去，飞头还可以这样，对吧？还可以这样防啊！能打通他的任督二脉。你要天天让他跟那种很菜的对手打，肯定是学不到什么东西的。当你遇到我这种高手，对面一眼就能看出来他哪里打得不好，我哪里打得好，立马学习起来。准备不用飞下，他肯定要下的，挡一下。下的不错，这个烟花下的不错，丢个飞头。确实就是游戏体验的不太好，不会不会，遇到高手不会觉得自己游戏体验的不好了。就是说你当你输给一个莽夫跟输给一个很厉害的人，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，明白吧？这种感觉是差很多的。全程压着他打，可以的，你这个瓦基里下的不错，全送。那看来今天也收了蛮多礼物的嘛，今天礼物都有400块，挺好。为什么吃西瓜不吐籽啊？因为这西瓜没有籽，现在买的西瓜都没有籽，都是催熟的，没有籽。因为现在的西瓜，它本身是还没有长大的啊，还没有那个籽还没有长大，但它已经红了，已经熟了。西瓜没有籽跟催熟没关系啊，哦，是这样吗？那为什么我在家吃的西瓜，我自己家种的西瓜是有籽的？我不是中秋回家了吗？自己家种的西瓜是有籽的，黑色的籽。你看这西瓜白色的籽，你还说没关系啊？那这为什么是白色的籽？看品种，咋可能嘛？就白籽吧，这个是啊。这个品种就是没籽的哦，你不买有籽的啊？那下回给我买个有籽的吃吃啊。这个其实也有籽，只不过它那个籽是白色的籽，没有长大的那种籽。
他跟网上那些视频里的男人差不多，斯帕克每天都在直播间吐槽我，我也是服了。就是每天都在吐槽我。
下播了。